高速公路就规划这国道七号进入二街宽平啊，唔忙会当来偷街到这国道一号高雄那边的车流量，啊，不过有民众反对，讲这期这国七加七号这是这工业区的柴油车进出，对着空气污染会更加严重。高速公路就是提出说明。为解决国道一号高雄路段当年塞车，加速通高雄港货柜运输，国光局为1901年开始规划国七高速公路，全长13公里，经过临海工业区、凤山区林，最后在金浦接国道十号。暗过也引起部分居民反对，质疑国道七号未来作为临海工业区重要干道，柴油车进出会和国七沿线居民遭受空污破坏自然生态。做了5次的调查初审，认定是不应开发，才23公里的道路要破千亿，绝对会打破台湾的纪录。重点是再留子孙。国道七号计划书里面写的是要开发南新往南往外3000公顷的石化专区，事实是假借车辆分流。自救会指出，1902年国七一改宽平结论是不应该开发，民代提出各种国七替代路线拢无被接受，想要到环保署甲高工局都进入二界宽平，经过8年10多次环球照调会议。目前国七各规划短短23公里500交流道，计划总经费980亿。交流道附近有通知吗？我们是尽量的去通知，因为我们这个阶段还没有办法去确定会用到谁的土地，因为要设计完以后才会确定啊。国道七号以后，它可以把这个大型车整个到高架上面去。多样的野生动物的分布啊，其中有包含22种的保育类鸟类。国公局表示，透过国道七号沿建立大高雄快速路网，加速货柜中心运输，国七游园地自家宽平有个动工要过3年。中央第7所认为，路线经过基山断层，应透过防沉工程解决。林部局表示，经过调查，凤山区林生态丰富，建议采用。